成这样了，我啥都没干呢。出来了，都是说我也来玩，场面一度失控。铁人，走吧走吧，窗户给你打开了。要站到这儿啊，走吧，窗户啊，看见了看见了，哎呀，走啦走啦，我走走啦，家人们。呀，家人们，我走了，下雨吧。家人们，我要走了。规范一点，挺规范的，只是他不小心误入到这个房间里了，懂了吗？误入到这个房间，没有误入到这个房间，哪来的搞笑呀？铁锤吓坏了。盒子里面是铁锤，下来吧铁锤。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我们是河南省濮阳市东北庄野生动物园，每天上午是9点半，对，节目效果懂吗？节目效果，这叫他要把自己给洗了，你看老五臭不臭，哟，磕到头了，脸杀了。